今天的事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我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但有一天，你真做出对不起马大哥的事，我乔峰绝不会宽恕你。 这封信事关重大，千万不能给任何人看，包括你。 这封信的内容和乔峰有关。乔峰为秉承汪帮主之志，甘愿一死来捍卫丐帮荣誉，我却没能完成汪帮主临终前的嘱托，让康敏看了那封信。不行，乔峰是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，我绝不能让乔峰因为那封信而发生任何意外。 谁能陪我喝酒？ 做出如此苟且之事，马大哥，我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你杀了我吧！马大哥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你就怪我吧。你们一个是我妻子，一个是我的好兄弟，你们竟然背叛我！ 马大哥，白世京，亏你还是我丐帮执法长老，竟然知法犯法！我知错了，我无话可说，我只有一死，向马大哥谢罪。大元，哼，家有家法，帮有帮规，从这一刻起。 康敏，你这个妻子，更没有白世京，你这个兄弟。大元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可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你知道我有多寂寞吗？为什么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，女人就要独守空闺啊？看来你红杏出墙，都是我马大元。 逼你不成，不，马大哥，康敏他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我有一个正常的丈夫，我至于有今天吗？好，是我的错。可从现在起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从明天开始。 你就去清凉岸常住吧。
马大哥，白石敬，依照帮规，你该如何？驱逐出帮。就这么办吧。我不去青莲庵，让我常伴青灯古佛，还不如一刀杀了我。马大元，对于今天的事，你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当做了一场噩梦，等到醒来了以后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你在跟我谈条件吗？没错，只要你答应了，我也会忘记汪帮主交给你那封密函的内容。你要想让我不痛快，我也会让你和乔峰不痛快。康敏，我原本是想放你一条生路，可事到如今，为了我丐帮，为了乔帮主，你非死不可。麦大哥，你就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是你们俩自己找死！婉妹，段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是让南海恶神跟云中鹤抓到这里来的。你呢？为什么你也会被抓到这里？我遇到一个怪人，他说话不张嘴，还瘸了一条腿，可武功特别厉害，一拐子就把我打晕了。我想你遇见的一定是四大恶人之首的恶贯满盈，他为人阴险很多。婉妹，你怎么招惹上他了？不是我招惹他，是他说。他说。啊，他到底说什么了？他说会把你变回我的段郎。原来四大恶人把我们两个关在一起，为的就是这个目的。如果我们兄妹两人乱伦，这将会成为大理史上最大的笑话，最荒谬的闹剧。为什么我们俩会变成一个笑话？我们明明是真心相爱，我们明明在天地为证之下拜堂成亲，为什么到头来却变成了一场闹剧？也许在这里结束是最好的结果，因为我们不能违背命运。你是说，你真的决定放弃我了吗？
婉梅，你饿了吧？四大恶人不会这么好心，把我们关在这里，还给我们送吃的。他们该不会是在饭菜里下毒，想害死我们吧？婉梅，他们能不费吹灰之力的把我们两个擒到这里来？要是真想杀我们，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？他们又何必在饭菜里面下毒呢？你说的也对。如果我们两个真要死在这里的话，那也千万不能当一对饿死鬼，对不对？快吃吧，给。